今天的游戏叫做《卡通频道大乱斗》，那就是 Cartoon Network 里面的所有角色都会出现啦。那一开始是它的剧情，就是彗星要撞地球，然后人出来拯救。那因为我也不是所有的角色都认识，所以它这边出现的，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？小时候常看啦，不过现在这些角色有一些都是全新的，像这什么魔法哥，这个我就没有看过了。老皮跟阿宝因为很红嘛，之前才做了一个探险活宝的游戏哈。OK， 反正魔法哥跟这个所谓的贝蒂这个女生正在做实验，然后阿宝跟老皮要去搞破坏。他们要进行一个奇怪的实验哦，阿宝被烤成面包了，打破了他们的实验装置。哦，魔法哥失去力量之后，一脸正派的样子，天真无邪的眼睛。然后他这前面的剧情会不会也太长了？这是怎么回事 ？OK， 他靠了那颗石头又得到力量了。所以呢，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？所以我们还是扮演老皮跟阿宝这一边，然后要去挑战敌人就对了。好，有够长的。好，直接进入他的教学模式。他基本上是 OK， 他有三条路线的样子，总共有三分钟，然后你要一直派兵到那三条路径上，然后去打破敌人的城堡。对，他这边写的是城堡。那上下两道是需要先打破，然后再打中间会比较容易。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冲中间啦。那可以看到场面上有蓝色星星跟红色星星，蓝色就是我们自己的地方。那你角色经过空白的地方的时候会画上蓝色星星，你就可以在那个蓝色星星上召唤你的角色。大概是这样啦。很一般的那种对战类型的游戏哦。那角色可以召唤的角色就是卡通频道里面出现过的一些角色。那它也有分所谓的稀有度，所以稀有度越高可能就越难抽越强之类的。好，我们角色如果到了某一个对方的范围里面之后，他们就会开始攻击。那这边可以看到我把下面的打破。然后你召唤角色其实是需要魔法的哦，所以你魔法不足，你就没有办法召唤角色。然后现在我已经 OK 打爆敌人城堡了哦。那我们来看看有什么，应该接下来就是什么抽卡包之类的东西了吧？对啊，新手教程礼包，抽一波哦。那你每天也可以抽一些他送的免费礼包，那抽的想必就是角色啦。OK， 哦，金币它有很多种，糖果应该是类似钻石那种东西，然后核果公爵我不认识，骷髅一般的骷髅，野莓公主我也不认识，全部不认识的角色。OK， 再继续抽大炮。OK， 现在还是在教学的进行中哦。所以我们一次能够带出场的并不是全部的，而是总共只有八种，你只有八个格子可以放，然后也可以在这边进行替换，然后升级的话是你要不断抽到重复了它就可以升上去的样子，然后升级之后数值就会一定就会提升嘛，这就是讲废话，很一般的系统哦。
然后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它有分就是攻击距离，就是有一些是近距离的弹，有一些是远距离的弓箭手什么之类的。那刚刚他其实提到说，就是我们主要是在三条路径上召唤怪兽嘛，可是他这边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放在三条路径之间，也就是这些泥土的地方，那他称之为建筑物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所谓的糖果大炮放在这个路径中间，那敌人经过的时候，他就会自动攻击。然后他也有成就跟商店这两种系统。那成就就是很简单，你就达成他的成就。商店则是会不定时的替换一些他卖的卡片哦，就用金币去买，然后用糖果去抽这些礼包。比如说，就是糖果就是氪金的概念啦。OK。那再来就是角色的部分，他角色其实很多哎，我发现他好像融合了不知道五六个动画，就是五六种卡通的角色在里面，像飞天小女警是我以前有看过的，然后再来这个熊好像是最近卡通频道很红，然后当然探险国宝也都有。那打完所有的教学关卡之后，你就是可以开始跟就是一般的路人对战。那我刚刚其实抽到了几张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卡，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个就是两条路径中间的建筑物，可以看到是墓碑，它可以不定时的一直召唤骷髅出来，等于说是一直给敌人制造麻烦啦。然后它对它的建筑物墓碑也是可以就是上下都放，那你就会一直疯狂的召唤骷髅，就还蛮方便的功能。然后接下来我召唤的这个是可以无视那个蓝色、红色的地直接找。然后现在召唤这个是一个在上排有11只骷髅同时出现，人海战术啦，大概是这样。那卡通频道大乱斗这款游戏就是这样啊，可以看到它融合非常多种卡通里面的角色，有点类似粉丝向的游戏，因为毕竟它的玩法并没有到很特别，它就是纯粹吃这些角色。就大家对这些角色的喜爱度这样，那还蛮好玩的，大家可以去试试看。那一样想看我其他影片，你可以点影片的左右两方，我们就这样子咯。